高速公路，他们不叫 highway， 不叫 freeway， 他们叫什么？叫 motorway， 然后 four carriage 四个马车位置，他们是这样说，几个？他们不是讲说几个车道，是说四个马车 two carriages， three carriages， four carriages， 应该是都是偶数对称的。所以说这是英国的想法。事实上，整个英国为什么英国很多人去？他把很多100年前的房子都是保留到现在，非常经典。那这个是爱德华国王，那爱德华国王七世，那在八世的时候，他也曾经去日本大丰奈良市，就是这些设施全部都是从英国设计的。所以说今天各位可能接受到一个新的资讯，花车，天皇花车是日本人的吗？不是，英国人原创，然后日本人去留学。那当初明治维新的时候，常州五杰有好几个全部是从那个日本留学回来的。当然我们台湾也派出很多留学生，可是就是说日本明治维新转型的很好，它一直在进步。那比如说，我也是希望说我们台湾可以跟上日本。